力于为顾客和社会做出贡献，这一想法是我们妮塔制造产品的初衷。平时不经意看到的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使用的东西，为了更美好生活而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产品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Going ahead with you， 妮塔以崭新的创意和志向未来的产品，缔造更加进步的社会与美好幸福的生活。妮塔的创业可以追溯到约140年前，当年创始人新田长次郎认为工业发展才是日本的命脉，所以他潜心研发出首例国产传动用平皮带。此后作为创始人的信念、发明、改良、圆满的精神贯穿企业成长的息息传承至今，抓住高速成长时期产业结构变化的契机，公司积极引进外国技术，不断扩大业务规模。今天依靠迄今为止积累的丰富技术和安定可靠的质量，我们不断拓展遍布全世界的网点，并奠定起全球化企业的基础。妮塔的产品主要活跃在五大业务领域。在移动领域，作为汽车配管用树脂单管和铁路车辆减震用空气弹簧产品，为实现舒适生活做出了贡献。在建筑工程领域，生产工程机械用树脂软管产品，可以吸收因温度变化导致的公路桥梁伸缩，是保证交通安全的桥梁用伸缩装置。通过在道路上随处可见的注视引导标记产品，守护城市的交通安全。在物流和运输领域，通过用于货物运输时使用的传动输送用皮带和皮带式转弯输送机等产品，为顺畅的物流现场业务做出了贡献。在半导体制造领域，通过化学过滤器和树脂单管等产品，满足了高清洁度的顾客需求。此外，拥有机器人工具交换功能的自动工具交换装置，扩大了机器人的应用灵活性，为提高生产作业效率化做出了贡献。在医疗保健领域，可产生清洁空气的空调用过滤器产品和通过清洁高性能的医用软管产品，为构建安全和安心的生活做出了贡献。置身于数字化、网络化和新技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坚持不断进化。以常年研发和先进技术为基础，我们将继续积累 SHIFT， 不断应对变化，致力于创新产品和新业务的拓展。此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也积极投身于 SDGs 活动。100多年来，通过维护和养护6700公顷森林的活动，致力于环保建设和实现丰硕自然的各项举措，积极推进女性和引进外国人才的工作环境的建设，不断挑战建设多元化社会的举措。通过推进合规管理和加强风险管理的举措，推动公司治理。推动这些 ESG 经营管理活动，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思考客户和社会需要什么，如何才能为人类幸福生活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妮塔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挑战与创新，追求卓越永无止境，以创意的构思和产品领域未来，认真极致，超越客户的期待，相互尊重，为全球社会及环境做出贡献。
基于这些价值观，为未来不断创造新的价值。我们坚信，这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Going ahead with you. 你他。